因为以前哦，今年有真侪关系拢取消新年暗会，无就是改做线顶直播。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昨暗是照常来举办暗会，讲活动限制上侪40,000的人哦。也毋过昨暗市政府是靠位啊，一文章人拢无介侪，会使讲是台北市历史上人上少的新年暗会。台下民众伫暗花现场做花欢乐，大多唯一毋是线顶的下年暗花。台北市政府限制人数是40,000人，但对镜头看出去，人其实无介济。比以前少蛮多的，因为我朋友原本想一早就来，然后还发现人真的太少。没有想象的，就是说可能会有防疫破口这些吧。看起来是还好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感觉都蛮空的，然后大家也都有戴口罩啦，对。可能是受疫情甲管制影响，下年的场面人数加食冷，不过该遵守的嘛是爱，民众挂嘴暗，多数拢有配合。虽然也有人带囡仔想要违规入场，刷红抓到，工作人员神经病真硬。其实这摆市府第三个入口拢有设防疫管制，除了登录、防体温、喷酒精等等，嘛有真侪人员四界夜摆啊来宣导，防范疫情袂当来放松。外面刷到另外一边，捷运出入口同款夜摆啊提起做防疫，但出入人数嘛甲英国袂当比，因为疫情看会出大部分的人也是选择踮咧厝内较实在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